你看，就是这儿化脓了，这不是？它这儿留了一块，顶着这儿。这儿不疼，大姨哈。嗯，小问题。这疼不疼？有点。嗯，感觉很轻是吧？没事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还没修呢，我修的时候跟你说了。好嘞，走啦！你看，已经修完了，已经哈，我给你拿出来哈、啊。已经修完了，我给你拿出来。因为正常的话是拿刀给它挑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它是有一半落在这里边的，不想给它挑，一挑的话，前面那个尖儿会带着它这个地方疼。咱们从这儿往后拽，给它一拽子拽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么夹着。哎，就不让你去了。有点打滑，有点。这个尖儿挺大的，个尖儿。往后，哎，出来了。看不看这一块儿？嗯。这边也化脓了，你也没说。他他也不敢看哈。哎呀，他这个脚趾甲可真遭罪呀、啊，都变形了，你说。他这个以后的矫正，要不然，你看这个脓呢。哎呀，修完了也哈，修完了，好了，嗯，修完了，好了，脚跟班上班长在修呢，我打狗了。等到以后都不想修了，修草地了，只能治，给他做个矫正，拉平了就好了。现在在这儿，哎，是不是不疼了？嗯嗯，再让你碰一下子疼。看来一碰疼的受不了，是不是？要不碰的话，就回家吧，过两天还得过来。